I've been feeling so down, yeah. Can you tell me why I'm down, yeah. No friends of mine around, yeah. Now I'm thinking I might have caught. 真的超美的，美到翻呢！其实这边人超少，这个景点还是不是还没有那么多人知道？可是它蛮容易到达的。大家早安，我们今天要带大家来九份的网美景点，一次看个够。到底是好景点呢，还是只是拍照的？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今天的影片内容。我们来到第一个景点，这个是阴阳海。阴阳海，大家号称为小镰仓，这个斑马线大家拍照要小心哦，因为有时候那边绿灯的时候可以拍，因为车蛮多的，要小心。那这个景点大概就是拍个三五分钟就可以换下一个景点。现在去第二个景点，它在阴阳海后面，然后它比较难找，它在一个小停车场这边会有一条路，大概从阴阳海骑车差不多两三分钟就到的。第一个往上骑的第一个停车场这边，它路会长这样，然后走下来这边会有一个厕所，就有看到这个厕所表示走对，然后厕所这边后面有一条路，要往上面这条路走。下面小路是往那个海里，也不是海里，就是海边走。现在都有帮你整理好一条路了。我之前来都是草，然后还要自己用手拨，所以现在也蛮好找的。然后上来以后要往左边转，它就在下面那边。它叫大野狼与小绵羊，来到下一个景点，它在联动国小旁边，它的话也是号称很像日本的景点。从阴阳海骑车差不多五分钟就会到，所以其实蛮近。大家要上九份之前，可以先来这边，然后再上九份。我们又来到下一个景点，其他景点跟景点都很近，差不多不到十分钟就会到达。然后最喜欢这样的景点，对啊，就可以一天就完成，或者甚至是半天。然后这个景点叫抱石山，它好像之前有在维修，它蛮美，它可以看到阴阳海。但是他要走蛮多阶梯的，大家如果膝盖不好的话，要自己斟酌。就像这个之前的戏牌队长，就是现在膝盖肿到不行。这里的步道走起来也蛮轻松的，不会有很大的高低差，然后景真的是蛮美的，平日来都没有人。本来要去这个六坑口及索道系统，但是他说他现在因为是跟来跳碧水禁止进入，所以就没有进去了。但他本来蛮美的，他可以拍到后面的阴阳海，然后下面还有一个铁道。这个景点狗狗岩本来是没有在我们的行程中，因为它的话难度比较高，但是因为我刚刚看到我朋友的照片蛮可爱蛮漂亮的，所以就来。但是因为他不太想让大家知道在哪里，所以如果要来的话你可以私讯我，我看再跟你说要怎么来。对，蛮危险的，不是任何人都适合。他体力蛮好的，因为他有上下坡都蛮陡的。刚就有一个阿伯要来，但是他可能看太危险，他要走了。我们现在要去基隆山，然后他是可以看夜景的地方。虽然现在才不到五点，所以我们慢慢走，走上去可能天会开始黑，然后一定会少了一半。这也不会那么夸张。OK， 在下面不行。
他就是走两步阶梯又喘掉了。然后这边的楼梯阶数呢，我朋友形容是红炉地那种，全部都是阶梯，所以大家要来要有心理准备，它是属于阶梯的步道，它不是都是坡的。我们要从这里爬到这上面，是靠个亭子吗？应该是到那个亭吧，因为我不知道到哪里，应该是到那个亭。看到我的屁股去了半条了，那么夸张？太高了。啊，天气那么好，慢慢走啊，走吧。我们今天爬了两座山，对面是乌尔察湖山，我们刚在这。那我们现在来爬基隆山。难怪被称为红炉地，阶梯有多少？我们到了第一个凉亭，第一个凉亭大概走15分钟，其他风景都蛮漂亮的，可是第二个凉亭可以看到整个全部，所以我们还是要继续往前走。第一个凉亭其实直接就看到了，不会太很远，可是阶梯还是很多。我们找到 IG 王美景点，它其实是在第二个凉亭再上来一点点，它这边就可以拍到全部下面的景色。那要我们要等灯开了再来拍，我们继续往上走。我们终于爬完基隆山到山顶了。刚刚来的时候是4:40，我们猜大家现在，大家猜一下现在几点？现在6点了，正常来说只要半小时就到，然后我们爬了1.5个小时。这种山也蛮漂亮的，它跟我们刚刚爬乌尔察湖山嘛，对，乌尔察湖山不太一样，乌尔察湖山只能看到这一侧，然后基隆山可以看到东海那边，可以看到更远、更辽阔，但因为现在好像外面。雾有点大，对，雾有点大，然后有点下雨，所以看不太到过去，看不过去。然后我们现在等天黑，等下面那个下面居民开灯以后，我们就再去拍看 IG 上面那个照片到底是真的假的。然后建议大家来，真的有护膝要带护膝，真的很伤膝盖。就是大家爬完这个还可以走路去走分老师。现在我们要下去看，到底现实长怎样。到底是合成的还是真的是长？还是就是相机很厉害？对啊，是不是一般手机就可以拍出来呢？这里超美耶，我以为是他们合成或是修图的，结果是现实真的就这么好。差不多是太阳下山的后面10分钟左右来，它就刚好太阳还有一点点蓝蓝的光，然后配上这个它刚开灯，超级美。很像那个神隐少女，他们一开始那个神明要进他们澡堂的时候，真的超美的，美到翻呢！而且这边人超少，这个景点还是不是还没有那么多人知道啊？可是它蛮容易到达的。接下来为大家介绍我来基隆庙口每次都会吃的猪脚饭哦。刚吃完猪脚饭，它是我每次来基隆夜市都会来吃的。它那个猪脚超好吃，它有分猪脚肉跟猪脚。猪脚的话，它是口感非常的爽脆，它就是很有口感。然后它沾了它的甜辣酱后，就会甜甜咸咸的。然后猪脚肉的话，稍微会有点瘦肉的部位，所以会稍微干一点。但是它的分量也非常多。然后我们是两个人各点一个，所以这样分量也刚好。然后卤肉饭的话，它会稍微带一点甜味。然后因为那家店会非常多人，然后它的位置都非常少，所以它如果热门时段的话，会有人站在你后面吃，压力会非常大。所以如果你想要慢慢吃的话，那家店就不太适合。但如果你吃饭速度很快，又不怕别人异样眼光的话，那个就可以去尝试看看。今天半日九份有成功，我们走了很多很爱去打卡的景点，然后有白天可以去的，晚上可以去的，有简单的，还有比较困难的，还有上山啊。大家喜欢哪一个呢？可以在下方留言。大家趁着疫情期间人比较少，可以去那边走走哦。除了九份老街，也可以先去那边看看，哦，发掘不一样的九份。然后如果大家有喜欢，记得订阅加分享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